高姑娘，茶水和斋饭已经备好了。谢谢。爹他身体不好，不能在外面久留，过一会儿我们就走。啊，这位就是你母亲一直心心念念的高施主吧？他们是彼此挂念，一生一世。不。 高家现在又乱成了一团，文清也乱了方寸。毕爷，你相信我，现在整个高家，我能托付的，竟然就只有咱们的孩子了。 不会害咱们的孩子的。 老爷好，老爷好。 最近，病铺、厂房都出了点事儿，难免大家心里都有些困惑吧。但我很庆幸，你们没有因为这困惑而影响了工作。玉斌，你们都知道大师傅走了，这厂。 以前都不能没有大师傅，所以我今天要宣布新的大师傅。
好人，你过来。平时工作认真负责任，手艺又好，所以我把厂房交给你。顾峰，现在铺子的情况你很清楚，这不是给你什么好处，而是要让你受苦啊。你愿意担这份责任吗？我愿意。我这可是把高家的命脉和这百年老店交在你手上了，你大可尽情的发挥，得知不会是你的阻碍，反而是你要照顾他啊。得知是东家，这一点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我知道，我这就放心了。可是爹，玉林，什么？爹，老爷，姑父，老爷，要是再次大吐血，就是他辞世的时候。是的，你多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在陪你啊。先出去，我有话要跟明月说。照我的话做，
记得你娘说的话吗？记得，每一句都记得。娘说，她这辈子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儿，她是活该吃苦。可是她说，她唯一不后悔的，就是认识爹，爱上爹。娘还说，要我好好照顾你，孝顺你一辈子，不让你孤单。你都做到了，都做到了。不，做得不好，所以，爹，你得再给我机会。
爹跟你娘更难。答应过你娘要把你从高家嫁出去，一个浩然的事儿爹是安排不了了。高家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只要维护住高家的声誉啊，明月。也是你我的女儿，你可明白？你明白吗？文清。明月是高家的三小姐，爹，爹，爹，大夫人还有几个急救的药，我去拿给您。仙丹都没用了，爹，不治过来，爹。过去，爹在叫你呢。
爹。看来真是一种错觉了，在你的心里只有刘碧云，在你眼里心里我们都不是女人，不是女人。我一直很敬重你，从来都是，除了感情，我什么都给你了，亲，拜托你。Thank you.
成相思的眼泪。告夫人，请节哀。告夫人，德志还好吧？你要是愿意，就去看看他。
我也失去了亲人。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但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不用客气，尽管吩咐。哥，爹今天去高家烧香，高玉明十五出殡。爹说你二十才能回来，免了你出席丧礼的麻烦。嗯。爹和高夫人商量过，高楼两家的亲事，决定在热销期间完婚。你知道新娘子是谁吗？高玉明的三女儿，高明月。高明月。嗯。高玉明临终前决定的，爹也就答应了。为什么会是高明月？当然是代高明秀受过。除了庶出这点差别外，高明月比高明秀强100倍。既然高玉明不愿意悔婚，爹当然也愿意接受。到底是谁在娶媳妇儿啊？哥，你要是见过高明月就不会这么说了。高明月秀外慧中，知书达理，温柔孝顺。我没有见过比她再好的姑娘了。要真是这么好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提亲呢？我，而且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真是这么好的话，要她替嫁，这不是害她吗？哥，你是我的大哥，我不会害你的。我说过好几遍了，跟高家结亲的重要。既然这个事非做不可，又能得到高家的帮助，还能为你讨一个好老婆，我当然是会促成的。这件待嫁的婚事，是你促成的，还是你设计的？哥，是促成还是设计并不重要，关键是必须要用结婚给你冲喜。只是不得已选了高家。哥，你不要担心你的身体不好，你只是需要好好的调理罢了。高明月一定会是个好妻子的。等他的父亲丧事办完，罗家就立刻迎他进门。大哥。明芝，你有没有见过这位高家的三小姐？见过。如果不是高明秀身败名裂，高家必须给罗家一个交代，我想高明月可能不会嫁给你。文倩，都来了吗？阿贵，得志呢？啊，已经去催了，马上就到。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就是这得志怎么这么严重？好像不是普通毛病，传染了，应该是来了，我躲得远点。什么事啊？不会吧？我看这有事呢。浩然。快去催一下得志。退下。浩然少爷。得志怎么样？得志，大家都在等你呢。得知守灵出殡你不参加，姑妈她都由着你，因为她知道你身体不好。可是迎灵进祠堂，这事只有你一个儿子能做，别人帮不了你，你知道吗？
高德志，你听到没有？好，你要再不开门，我就把门撞开，把你揪去。浩然，我这个病会死人的，你别进来，别进来。少爷，你不会死的，你会好起来的。得知姑父他在世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孝顺过他，现在他走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程，难道你都不送送他吗？日后你该怎么见他？就算你没有几天好运，可是你也要把你该做好的职责跟义务都做好啊！难道你要让高家其他的亲族都嘲笑他高玉明到老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吗？德志啊，你还等什么呀？德志啊，你得让你爹跟祖宗们在一起呀。爹，对不起，对不起，爹，是我没出息，做错了事，把你气病了，还拖累了全家。没有我那个不贞不洁的娘，我们母子是高家的罪人。我没脸见高家的父母，我没脸见高家的祖宗，对不起您，对不起高家。该死的是我，爹，是我，我该死。得知，你爹从来没有怪过你，从来没有。你是你爹唯一的儿子，扶起你爹，让你爹安息，让他和祖宗们一起安息。得知，听你大娘的话，快把你爹扶进去吧，啊，德志啊，快！德志，二哥，起来。说，爹他原谅你，他告诉我的。